开放平台开发，躺着就把钱挣了。大家好，上一节课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应用的一些资料啊，以及一些功能啊，我们也完成了啊简单的应用的这么一个框架。那么这节课我们继续写代码。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代码，那周公解梦，然后我们发现在图片上已经做了周公解梦这四个字，那么我们的 title 就不要了，因为不需要加了，已经做到图片上了。那么我们只需要先写一个输入框，那么提交，我们提交到另外一个页面。提交方式 post， 然后做一个文本框，文本框的名字关键字 keyword， 然后文本类型请输入梦境，那么再加个事件，单击事件，那么我们测试一下，请输入梦境，单击事件，没问题。那么我们还需要一个查询按钮，那么加个样式给它，一会儿我们好控制它。SUBMIT， 那还用图像呢，当前目录下的 IMG 目录，看一下提交点 JPG，查询梦境，那么这里我们控制一下它的位置，我们要把它放到这个位置来，看一下现在是INP，然后 FLOATIGHT 让它浮动到右侧，
50像素，看怎么样。OK， 但是我们发现按钮和输入框不在一个位置，我们看一下 INP 那么看一下代码是什么原因 INP 啊，我们这里重复了，那就是输入的文本样式，哎，这就没问题了。当然我们判定50小一点，150多了，其实我们应该用屏幕标尺量一下它的距离，然后再设置一下输入框的样式。25。200。那么这个样式，但是我们的按钮和输入框太近，那么我们按钮暂时不用加样式，那么我们可以加个外边距，刷新，请输入梦境，请输入梦境，好像输入框是不是应该再高一点会更好看，加两像素。那么 OK， 这是我们的输入框，然后下面的部分我们要让它的分类显示出来，比如说植物类、动物类、建筑类等等，让它显示到这里，那么就是在结果这里。那么我们先做模板样式，静态的。植物类，
动物类。都先重复的也没关系。三个，然后我们结果 RES 部分再做一下它的样式。植物类、动物类、动物类，那么位置是不对的。我们看一下，为嘛不在里面？MN 我们没设样式，给它限制一个。宽度我们做，量一下它的尺寸，不靠猜测了。那么这个工具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找一下，比如说我们整个应用540，然后我希望它的位置啊，这是180，那么540-180360，啊 PMRZIN 180PX， 那么小了。340，给它20像素，还是小。OK， 这没有问题。然后我们让每一行显示三个类别 ：CN。这样让它浮动起来，然后每一个我们让它除以3125px， 我们看一下，横起来 125px， 然后让结果离搜索框远一点，到这个位置来。RES， 180px。离上边先设100像素，我们量一下，比如说我们想让它在哪个位置，100差不多，100像素，
植物类、动物类、动物类，但是感觉间距太大，那怎么办？调小它的宽度。比如说让它四行，380除以4 95，然后我们再写一个，还是有点大，再调一点，85，然后我们多复制一些，那么上下的外边距还需要设置一下，我们只要设置一个 POTTOM 20px， 这样好像好像多了。然后我们再在上面加一条横线，那横线上写着梦境分类，我们试一下。啊，内容是梦境分类，然后加一个，那这个加个 title，TIT。其实加一条横线也很简单，我只需要给它设一个下边框，那首先浮动起来，那么高度、宽度我们设个，也先设 380px， 包的我们设一个 BOTTOM EPX， 然后颜色我们设置一个123这个颜色，先测试一下梦境分类。梦境分类，哎，好像把所有的都括起来了，哎，这样不行，360，然后离字太远，再加点，横线，梦境分类。
200px。HR 设的大一点，看一下效果，太大了。梦境分类还大一点，这样好像行，但是横线我让它变一下 top 一个，然后梦境分类这个字我们让它加粗，换一个样式，12磅。TIT 我们看一下结果怎么样，颜色也感觉太刺眼了，一样的颜色太浅了，哎，和这按钮的差不多。那么这是主页的一个布局，那么我们还需要做一个二级页面，比如说输入植物之后直接跳到植物类，点击动物之后直接跳到动物类，那么这是一个，当然我也可以不做，但是这一块肯定要便利数据库啊，把内容给便利出来，而不是说我们手工写上的。万一以后我们想增加数据库的分类，手工写上改动的代码太大。那么下一个页面我们先写一下，那 search.php 就是搜索结果页 search.php， 那么我们再新建一个，新建，那么写一下，然后再写一下它的 HTML， 梦境搜索BUDY bold link rel.stylesheet 样式表 txt.css 类型 css href 连接到当前目录下的 style.css。
那么这个界面我们看一下，现在应该是空白的。search， 它的背景我们要和主页一样，那么只需要我们这样。这是看出我们代码的从用性。KNR， 我们看一下。哎，周公解梦，这个图过来了。然后图过来之后，我们这一页要显示搜索的结果。那么，我们要把主页的，比如说我再复制一份。主页的梦境分类变成搜索的结果，那同时把梦境分类往上提一提这个位置，然后我们写一下，首先是我们的 input 表单，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怎么写的，一样的就可以。 class 等于 imp， 它就提交到当前页面就可以了，因为我们的 PHP 要从这里处理。然后提交方式还是 POST， 然后里面有个表单 INPUT， 那我们看写的是什么 Keyword，那和这是一样的。这个没错。请输入梦境。给他一个类选的器，然后是按钮，那么按钮也是一样的，SUBMIT 提交，当前目录下的 IMG。里面的提交点 GPG， 提交点 GPG， 那么我们看一下样式，来锁子快要上来了，然后下面显示的是搜索梦境的结果，继续往下写，那这一块就不要再重用了，因为我们要往上提。那么我看一下他写的是什么 ，RES， 这样等于 RESEAR CHRES。搜索结果，那么搜索结果里我也先手动的写上
DEN， 比如说是植物类的啊，梦见一棵树，YY 1 2 3 4，那我先这些一起代表。那植物类树，那么我们同样从这里要加一个梦境的分类，那么它叫搜索结果然后下面也加一个横线，我们看一下那个长度设的是多少，长度200像素，当然样式里这个搜索结果我们要加上，SEARCHRES， 360像素。那么这个就不要那么高了。右对齐，没有过来，我看看它的样式起作用了吗 ？SEARCHRES 啊，这里错了。哎，下来了，搜索结果。但是好像我们的横线没有了。HRWIDTH， 外是等于200。这一个去掉。哎，有。搜索结果，但是搜索结果为什么离得这么高？搜索结果，看一下主页，梦境，搜索结果。当然，搜索结果，我们这样
因为是自己写的，就写了一个字，有可能说你搜出来的东西会有几个字，那么我们这样就不分成一行显示多列，我们就一行一列，当然让它间距要大一点。再写一下。DREM 梦，MRDN top， 看看实像素是不是小一点。这块多了写一行，搜索结果数。那么是每页显示这五条，当然我们下面还要做个分页。但感觉五条少一点，我们可以再复制几条，七条，然后下面是分页。那么这是搜索结果页，那到这的时候你搜出的结果要单击一下，然后进入梦境的解释啊，这是我们需要的。所以说我们还需要一个页面，那么这个页面就是具体的内容页。那么我们再写个页面，那具体的 RES 点 PHP， 还是 DOCTYPE， 是 TML。HTML， 梦境解释，然后 link rel 等于。style 样式 SHET 表，然后 type 等于文本的 CSS HREF 为当前目录下的 style 点 CSS， 然后再写主体。那么同样它的背景是我们所用的图片，那么很简单，还是重用。class 等于 knr， 那么这是背景，我们看一下。RES 打开，逗号 DREM， 这里打错一个字母，然后 RES 点 PHP， OK， 这个页面又过来了。那么这个页面同样还需要一个搜索框，我们把它加上。那么和前面的代码那还是基本一样的，
再加个 form 表单 ACTION， 那么这一个我们就要提交到搜索页，那么搜索页就是这个页面，哎，这一个 search SEARCH 点 PHP， 然后提交方式 METHOD 还是 POST， 放了，然后还是一个输入表单 import s name keyword value， 请输入写的是梦境，加一个单击事件 focus 等于那么我们看一下，没问题，然后也需要给它加个样式，class 等于 in_text， 然后是搜索按钮，SUBMIT SRC 等于当前目录下的 IMG 下的，我记得是提交点 ZPG， 那么我们刷新一下又没问题了，那么这是我们的内容页，那么下面就要显示我们搜索出来的内容，比如说这棵树一点击然后跳到这个界面，然后显示如果梦到树了你有什么解释，当然这解释是通过数据库来查询的。那么由于时间关系，这节课我们先写到这里，那么下节课我们继续写代码，那谢谢大家，下节课再见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来生再学 PAP。 孙当作文学，死亦学 PAP。 垂死病重今坐起，今天还要学 PAP。少壮不学 PAP， 老大徒伤悲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就说我在学 PHP。 春眠不觉晓，处处学 PHP。 在听愿做比翼鸟，在地愿学西修 PHP。 众里寻他千百度，不能回首，那人正在学 PHP。